必须要赶快住院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就帮我把眼睛捐给他。第一个想看到的人是你，你在哪里？如果我们看得见，就能轻易分辨白天黑夜，就能准确的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。如果我们看得见，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，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也许完全不同，可能我想要的，我希望和我爱的都不一样。说的白是什么白？人们说的天空蓝，是我记忆中那团白背后的蓝天。我望向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。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，忘了先看？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。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。因为你是我的眼，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。9月25号，你今天天气很好，我想带你来看海。9月30号，你一定不知道这朵花有多漂亮吧？10月11号，你知道你的侧脸最美吗？是什么白？人们说的天空蓝，是我记忆中那团白背后的蓝天。我望向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。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，忘了先看？我穿越拥挤的人潮，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。因为你是我的眼，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。四季的变幻，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。你是我的眼，
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。我去了阳明山，你带我去看花的时候看不到，那时候我怎么能够想为你？我昨天看到了，真的好漂亮。